下这道题，我们把已知条件看一下，这一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这一段是这一段是现在要你求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猜一猜这个阴影部分面积可能是多少？二一。怎么算的？我懵的。来，这道题又跟三九尺生关系，我们就得接触补全。我们先把这一个补全，补全成了一个长方形，这一个就是它的对角线，再把这里补全上去，延上去，再把这里延长。这一个九和这一段是一样长，所以这一段也是九。这一条线段和这一个也是相等的，所以这个是三。接下来怎么办呢？你们认真观察一下，这是一个对角线，由这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大的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和整个这边这个大的三角形的面积是相等的。那么再看到这一个长方形，这一个面积和这个面积也是相等的。这一个长方形，哎，这个面积和这一个也相等。由这我们能得出这一个面积和阴影部分的面积。